这么多啊！还有16个邮件，你需要确认，记得看邮箱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看了那个财务报表，咱们这3年里销量下滑这么严重吗？你去帮我把孙副总叫过来。好，钟总，你等我。啊，是这样啊，之前咱们营销海报。 太丑了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品牌代言人的海报土不土都什么年代了啊？我呢，打算找一家好一点的公关公司合作，这不是马上要中秋大促销了吗？周总，咱们公司有固定合作的品牌公关供应商，来，您过目。哎呀，之前合作的就是这些家吧？对，对我们的风格非常熟悉。 熟悉，熟悉咱们公司销量下滑的风格吗？周总，你真会说笑啊！销量下滑不见得是公关公司的问题，主要是市场大环境不好。陆总监，我总结了一些业内比较知名的公关公司，你邀请他们一块来参加中秋促销天会吧。周总，供应商库之外的公司，非必要我们不会考虑的。我觉得很有必要。 扩大邀请天范围。嗯，咱俩加起来拢共就这点钱了，这饭咱分2顿吃吧。行。 寻短见，你知道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办啊？我没有寻短见，我就是想用那螺丝刀把咱们家那个旧窗户上的螺丝给拧紧点儿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手给弄破了，我没有。没事吧？我去给您拿碘伏。妈妈，好好休息吧，有我呢。